观众朋友们，终于到了今天晚上最重要的奖项了，年度最受欢迎 UP 主 Top 1，到底会是谁呢？小东，真让你说着了啊，那几个头部主播都没来。那几个都是见光死的，怎么可能来见好吃的？倒计时，十，好表现啊，小东，就看你的了。六、五、四，放心吧，我是有备而来。粉丝也来了，我怎么跟他们交代啊？这是公司的决定，你本来就是替补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让你张九老同学孙海天把豆包借过来拉拉人气，哎，你就是不听。用不着用不着，我还不至于去蹭一只猫的热度，不就是年度第一吗？两年前我就拿过了，那时候孙海天他还什么都不是。不会躲在什么地方突然就冒出来吧？瞧你点出息，是不是瞎泼胆儿了？那可说不好，回回都被他抓住。有时候我真的怀疑啊，你说他是不是有特异功能？思琪姐姐，你来了！你可别废话了，还真是要听你的，快点吧！作业写完了吗？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宝们啊！欢迎大家！李叔，叔几个怎么不去收局用啊？司机来了，你看我们这忙活的，都没看到你。哎，大家把麦闭了，麦闭了。对，那个司机啊，你辛苦了，我先。我问你们话呢。啊？怎么不去收局用？啊。真给你脸了，小李啊，你说你年轻力壮呢，就不能主动点吗？是收局又重要啊，还是卖货重要啊？我觉得卖货啊，肯定是卖货重要啊。这直播卖货也是思琪让搞的吧？我就这一双手，我忙得过来吗？我这些天总是下雨。要不赶紧去把橘肉收了，回头都烂地里，那损失不都是自己的吗？啊，对，哎，思琪啊，你消消火啊，你也看到了，我们一直在卖货呢。再说了，你看都快下雨了，都没收摊儿。就我们家呀，这个收橘肉归小雷他妈，啊，然后我是卖货，啊，分工明确，全力配合你黄助理工作。去，一直在卖货呀？啊，是，还挺有创意哦。扎着堆儿卖啊！人多力量大，人多力量大呀！对，我们就是让客户们知道，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发展集体经济。说得好，对，我们已经很努力了。行，来继续发展经济，继续。
琪姐姐，你可千万别误会，这个是我的。小小年纪怎么不学好呀？快去写作业。哎，欢迎来到我们老唐吃饭呀！老铁们啊，今天给大家看看老唐家的鸡蛋，还热乎呢，每天一个土鸡蛋，绝对是健康啊，身体不但健康。哎呀，老唐，怎么从你裤脚里掉出一个妖姬啊？不会吧？哎，老唐，我说你的八把油，你藏牌，把钱还给我。好你个唐胖子，我说你这手机这么好，八把连装，赶紧开，藏什么？赶紧开，藏什么？不是，我听我解释。别跟着我！哎呀，这个直播还是挺好的哈，都学会表演了都。不关我事，李叔让我来的。思琪，注意你的身份啊！对，你是黄村官、黄助理、黄大柱，人民党员，爱人民。不是我们想偷懒啊，我们压力太大了。你说你搞那个精品农业，搞了一年，那田菊油的产量翻了一番，涨1000多吨啊！我们这四个劳力忙得过来吗？这摘不完呀！对，不吃饭不睡觉也摘不完呢。我心态都崩了，别说摘不完呢。就算摘下来了也卖不上价，瞎折腾啥呀？还不如在这打个麻将，享享清福呢。好，一颗鸡蛋换一张牌，把你们兜里的牌都给我拿出来，放那桌上。哎，现在立刻去收局药。如果你还是不肯去找孙海天，我也不能勉强你。但是作为经纪人，我必须提醒你，你的合约下个月就到期了，这也许是你最后的机会了。哈哈哈，小东啊，我可算把你等来了，快进来吧。小东，哎，你小子够狠心的啊！这么长时间都不来看我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不是怕打扰你吗？少装了，这么多年你一点没变，还是那么能装。来，坐，喝口茶。你这是跟视频里不大一样啊？这不是为了接地气吗？我楼上单独装了个工作室，跟普通公寓是一样的，免得让粉丝产生距离感。不瞒你说，这两年宠物经济实在是增长得太快了。广告多的我都接不过来了。来喝茶。其实这次来呢是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，就是那见猫是吧？顾姐都已经跟我说了。啊，没事啊，要是不方便就算了。就是他让我来。小东，你的情况我很了解，你老家在山里，父母又走得早，从小跟着奶奶相依为命。你最大的愿望就是赚了钱，把奶奶接进城跟你一起生活。你别看你在视频里活得跟个成功人士一样，那其实都是你装的，你心里压力也很大。其实我老家也没你想的那么差，好歹也是鱼米之乡，有房有地，吃喝不愁。你看你还跟我装，老家真的那么好，干嘛不回去啊？什么鱼米之乡啊，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。这十年来我们村的农业产值直线下滑，一年比一年低，各家的收入基本都是靠在外打工，虽然表面上吃喝不愁，可村组织已经连续5年收入为零了，这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发展建设嘛。这就是典型的集体经济薄弱地区。也是，我记着呀，2-3年以前就说在村口修个公共厕所，你看到现在也没修起来。我跟你说句实话，我都不爱去。还不光是没钱盖厕所，没钱修公路，现在村民们的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了。就好比我们村那李放平，平时他们家全靠他弟弟在外打工赚钱。
可是他弟弟去年不是出车祸了吗？他们家经济来源就断了。像他这样的还有好多呢。你说要是不把农业收入提高上去，他们以后靠什么生活？你说的都对，但是咱也得考虑实际情况吧。你看啊，云川村在籍人口8000，常住人口不到100，而且大都是老人和孩子，靠这些人发展农业，改变现状，这也太难了吧。所以我来找您求助啊。现在田局又正好是进入了收获季，可是我们村里人手不够啊，要是完不成采摘怎么办呢？那我也不是孙猴子呀，我说变，人手就来了。我相信，您一定有办法的，比心。小东，我知道这些年你过得挺不容易的，你有你的难处。虽然说豆包是我的命根子，但要是连这点忙我都帮不上，那还能叫兄弟吗？谢谢天儿。哎，你看你又见外了。不过以后这种事儿啊，你可以直接找我，不用通过经纪人。明白，明白。那咱们就把合同落了吧。要是有什么不合适的，我马上改。还签什么合同啊？都说了不是外人，都是自己人，还信不过你吗？你这意思是？直接把猫带走，带走。豆包，根本就没签，他说用不着。连出场费都不要，他这么大方吗？是啊，我也没想到。那他突然这么仗义，是我错了？不能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哎，怎么了，顾姐？没什么，就是有点意外。小东，你尽快拍完视频，把猫还回去，免得夜长梦多。豆包可不一般，一旦出现什么问题，咱们可赔不起。你放心吧，我肯定把它看好了。嗯，没什么事，挂了啊。奶奶，那是您养的猫啊？这位呢是我的新搭档，您别看他小，现在可火了，我就指着他发财了。哎呦，小豆，你现在还不如他招人喜欢呢。哎，这东西三两句也说不清楚，您放心吧，等我赚了钱，在市里面买一套房子给您接回来住，咱们一起啊。我哪也不去，哪儿都没有家里好。小东，奶奶跟你说个事儿啊，今年呢咱们这儿不是田鸡肉大丰收了吗？镇上补贴大伙回来摘肉，1天300块钱呢。你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啊，小东？您别逗了，我哪有时间啊。我劝您啊，您也不许去。我看最近咱们那边老下雨，到时候摔着得不偿失了。咱们家有我，不缺那点钱啊。我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别管我了，管好你自己啊。您别去啊，我先挂了。今天下午，有位朋友到我家里来做客。他走的时候，我才发现豆包不见了。我真的不想怀疑他，但是就算我问他，他也不会承认的。我现在脑子很乱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希望你们能够帮帮我。
够热闹的啊！一下就叫回来这么多人，四群，可真有你的！哎呀，不能高兴得太早，这些工钱都是镇里预支的，都记账上呢。再加上这一年来，政府为了支持咱们搞精品农业，前前后后投了上百万，我这压力就跟滚雪球一样，越来越大了。别想太多，咱们的田菊又质量这么好，根本不愁卖啊！连这几个老姑爷都被你抓来了，我要没记错，老宋这辈子恐怕都没下过地。看啥？干活。真是。子晴，还是你这个支书助理有办法，比我这个支书强多了。哎，老宋，你这背着个筐去干啥去啊？采菊啊。你啊，亲自摘啊，你会吗你？我说你烦不烦呢你啊？哎，你说呀、啊，你这连橘肉都摘上了，那离卖货还远吗？卖货是不会卖货，这辈子也不会。反正孩子们都回来了，我家随便摘点给孙子孙女吃，不行啊？这还嘴硬？我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，不像你们家。是咱们村里的种植大户，那还指着橘柚养家糊口呢。你挖苦谁呀？就指这个，早就饿死了。这也是哈，这个收货商给的价钱，小年一斤能给到八毛到一块，这今年是大年，那能给到五毛那就不错了。那咱们种植户啊，忙活这一年，这最多能挣个几万块钱，那少的呀，连1万块钱都挣不到。这刨去成本啊，种的越多是越不划算，没意思啊。胡闹！你这就是异想天开。要是不把收货商赶走，他们就不会好好卖货。那你也不能断人家后路啊。可是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去慢慢引导了，销售环节直接决定了整个精品计划能否实现。要是再这么下去，我们这一年的努力全白瞎。田菊又是我们云川的支柱产业，镇政府为了扶持我们搞精品农业，不仅拨了专款，还派了技术人员来改良品种，提升品质，还给每家每户都发放了直播设备，让我们成了全镇第一个完成电商平台建设的村子。现在万事俱备，如果仅仅因为他们不配合就把这事搞砸了，那我们怎么向大家交代啊？那你说不卖给收货商，那要全烂在库里怎么办？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您就放心吧，不会浪费的。我们会对田橘柚进行分级管理，严格把关，筛选出精品级别的橘柚，再贴上云川田橘柚的商标。我们走网络直销，统一单价。那些挑剩下的和卖不出去的，我们就全部处理给食品加工厂做原材料，不能给收购商留下任何混淆视听的机会。可是卖给加工厂比卖给收货商还便宜啊！一旦直销计划折了，那这个损失谁来承担？您放心吧，我自有办法。咱们云川地少人稀，没有以量取胜的条件，想要发展，想要振兴，只能靠精品农业和网络直销。思琪啊，我理解你的想法，也一直都很支持你搞精品农业。可是这个计划真的有可能在短期之内迅速实现吗？消除集体经济薄弱地区的任务周期就是1到2年，别的村子都可以，我们凭什么不行？那要村民都不配合，你就是想着再美也白瞎呀！哼，那我就偏要美成花，美成天仙给你们看看。四七，你可不要乱来啊！你这么干会得罪村民的。这么快就拍完了？我今儿还有事儿，就不请你进去坐了啊！走吧。既然不想帮我，为什么不直说呀？你要是直接找我，我一定会跟你直说的。可惜你不是，你是找的顾姐，她也是我经纪人，我怎么可能不给她面子呢？小东，所有的合作都是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上的，我帮你，我能得到什么呢？这位老同学，我再送你一句忠告：想要翻红，还是得靠你自己，啊！回家喽！哎呀。
慢走，不送了。跟我合作是得不到什么，但至少不会失去的。作为老同学，我也给你一句忠告：翻红不容易，过气那可太快。是，我承认，你们云川村甜橘柚的品质是比别的地方好。要不这样，我再多加一点。六毛，一分钱都不能再多了，封顶了。这也太低了吧！不行。不行？那你说个价。八块。十斤。一斤。一斤？你疯了吧？你爱收不收吧？哎，我今天就不收了。那你不收你就走啊！别让我再看见你啊！拜拜，啊，拜拜。老唐。哎。在。你知道今天我为什么叫你过来吗？不知道。你也别紧张，我就是想让你给大伙儿带句话。我们村今年的目标是要在网上卖出1000吨精品甜橘柚，每斤单价不低于8块。如果完成任务呢，我们全村一起发财。那完不成怎么办呀？那也不用担心，村主任和村支书会帮你们想办法的。但是。明年任期一到，我就引咎辞职了。哎呀！恭喜你啊，思琪。嗯。哎，思琪，恭喜你啊，又得第一名了。没有想到，在我彻底得罪村民之后。竟然成为了全镇村民满意度最高的村官。王助理，你可千万不能走啊！思琪啊，你可不能走，你要走我们家小雷公哥就完蛋了。那公哥一完蛋，我媳妇就黄助理啊，那我们家的着急池还等着你帮着改良呢，那不能走啊。我到底要怎样才能够呢？哎呀，魏主任。其实，对于大学生村官来说呀，很重要的部分是村民打分，能让村民满意，你已经是一个合格的称职的好村官了。其他的事情咱们慢慢的来。我的标准跟您正好相反，只要云川不在垫底，我宁可他们对我不满意，给我打低分。哎，我知道你回来是想创业，振兴乡村。但凡事要稳扎稳打，慢慢的来。世间万物都有客观规律。云川村是咱们全镇常住人口最少的村子，一步一步走到今天。那是很不容易啊！依我看呀，你不如就……顺其自然吧。
小栋，请你不要再联系我了。合约到期前，公司对你不会再有任何的工作安排，而我也不会再去干涉你的行为。就此别过吧。哎，赵哥，我开车呢，不好意思啊，一会儿回您。不好意思管用吗？你都3个月没交房租了，我再给你最后3天，不然就换锁，把东西全都给你扔出去。咱们。认不认识这是什么呀？这不老庞吗？像你爹。哟，思琪啊，你的画工可不怎么地呀！啊，听说你弟弟图南是个画家。你怎么没跟他好好学学呀？都不认识是吧？这是脸。这个都能认识了吧？上个月全镇各村的电商平台销售总额，云川村不仅光荣垫底，甚至连其他村的10%都达不到啊。你们知不知道外面的人怎么说我们云川的呀？天时地利政策好，就是不珍惜机会。这才听着都挺耳熟。我宣布，从今天起，我会根据每家的实际情况指定销售任务。要是完不成指标的，一律单独教育。教育。什么教育？唐金山，哎，人在。上个月才卖出2只跑山鸡，怕不是没你吃的多吧？不是我那个，上个月我们家亲戚来了，我得照顾他，那个啊不方便。李方平。销售记录0。我看您这不是放平，您这都躺平了。思琪，给你李叔留点面子啊！不是，你知道我这嘴笨，我哪会卖坏我？宋大富，哎，我这只耳聋怎么又犯了呢？起来！哎，你看，不好了，你快去果园看看吧。哎呀，我瞧，大夫呀，疼啊！没事了，奶奶。大夫，他这扭着了，您看。好。哎呀，小雷，怎么了？思琪姐姐，你快过来吧，我家出大事了。哎，先别哭，先别哭。快点来啊！我马上回来啊。嗯。不，奶奶。我先去一下啊，小林那儿，你等我一下。过去了啊，别打扰他。好。啊！你这个人愿意提供线索，帮我找到东
我想回家，你给我弄回家。你听到了没有？你给我弄回家。奶奶，咱们钱都交了，就住一晚，明天就走啊。你别说一晚上了，一分钟都不行。你闻闻这满屋子的药水味儿，跟你爷爷走的时候一模一样。我都不敢闭眼，我闭眼我都能看到他。我，您可以用嘴呼吸啊，像鱼一样，啊。我让我呼吸。用嘴呼吸，呼你个冤大头啊！呼，啊，一个小兔崽子，我是指望不住你。你把电话给我，我给思琪打电话，我让他过来。您叫他干什么呀？大晚上，我不想见他。你晚上见他也不行，你能不能？你不能回去，我自己走，我自己回去。我就自己走，我就自己，我自己。我自己回去，你看我自己回去。哎，行，我叫车去。我还治不了你了。哎呀，这哪有车呀？给你搁这儿了啊！哎，我帮你。哎，我看你这车空间挺大的，坐三个人应该没问题啊。小帅哥，我怎么看你有点眼熟啊？长得特别像那个主播，叫什么来着？那个，对了，李佳琦。我就是云川本地人，能不能麻烦您把我和我奶奶捎回去？谢谢。啊，好，帮助老人义不容辞，但是我这还忙着呢。您就当送两个大件，多少运费不少。嘿，你这个想法倒是挺有创意的。那咱们就先上秤量量吧，来吧。啊？您看，您是按活体算呢，还是按生鲜算？都一样吧，活体比较贵。生鲜，生鲜。哎，你怎么不开大车呀？那是冷藏车。这冻死也比颠儿好啊！我倒不是怕你冻死，我是怕你付不起这钱。我不是都按生鲜计费了吗？凭什么不让我做呀？生鲜也是分级别的，你又不是什么山珍海味，我怕你够不上。哎，你这话说的，我别。怎么了这是？没事。啊，什么破车？小东啊，嗯，跟奶奶说实话，是不是在城里遇到什么事儿了？没有，没有。真没有。那怎么这一次没开车回来呀？你上一次还开着车呢。啊，我这车不是太破了吗？我想换一个，给卖了。卖了？卖了。说卖就卖了。嗯。那倒有点意思哈。有点意思。前两天是谁跟我视频说，奶奶，等我赚着钱了以后买房，买大房，把您接过去享福啊。这怎么又改成换车了？不是，您这话里话外怎么就不信任我呢？哎，
车小心。说吧，输了多少钱？你就问个话！输什么呀？全家就找你一张嘴。你说不说？两千。才两千而已，小雷妈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才两千块你就闹成这样，至于吗？黄助理，你说的轻巧。我在外面，我得干多少活才能挣够这两千块钱啊？他可倒好，什么活都不干，一天到晚就知道打麻将输钱，败家子。要不是为了儿子，我早就跟你离了。您也要想想老唐的好，不是吗？老唐不仅脾气好，还做了一手好菜，那对您平时都是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对小雷那更是没话说呀。反正，我就相信老唐一定是一个顾家的好男人。不就是两千块吗？咱输得起就能挣回来，是不是？嗯。黄思琪，你吃错药了还是累坏脑子了？你到底站哪一头的？我当然站小雷啊。现在真的跟我没法比，我有几百万粉丝，公司都抢着要了。您再看他，八岁开始就没长过个儿，我有时候都踩着他。哎呀，眼睛挺大，滴溜滴溜的，但心眼儿小，要不然也不能走不出去。没粉，先把鞋穿上。嗯，到时候。这次我回来就是为了采风休息一下，跟他。琪琪，来了。小豆，欢迎回家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他刚才不是在这儿吗？你看，那我想问，平时像村官都做什么工作呢？其实像我们的话，其实跟镇里的干部做的工作差不多。但是呢，有一个的话，像我们是干事村官的话，需要兼任村里的党支部副书记的嘛。嗯，那如果是就是在村里工作，您觉得？就一般会遇到什么问题或者困难，那个会很多，因为你也能电商部门可能就是事情是比较，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事情，处理会受欢迎，但是有一些事情的话，那个真的处理工作会很难。其实他们不理解，自己付出了很多努力，但是又得不到他们的理解，然后就会哭了。哭了之后，这个过程经过了之后，可能慢慢的他们又会逐渐的理解。
不断的去走访他们，但比如说你要劝说他们做一件事情的话，你可能是不能成功的，就是需要多次沟通的可能，就是要叫做磨破脸，踏破头皮，也要徒步去登顶，远方广阔的风景号召我们拼尽全力，正当我们翩翩白衣，有最可嘉的勇气，风里来雨里去，没有未来会如梦所醒，绕过了弯，走过荆棘，也要徒步去登顶，远方广阔的风景号召我们拼尽全力，正当我们首先我要感谢我们的工程师，感谢我们姐夫振，感谢我们老师，谢谢大家在这段时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，我觉得这一次我们不要不见了，我们可以拍出新时代的喜剧，我对于这个戏最大的期待大概也就在这儿吧，我觉得也是我们作为青年团体去完成一次创作所最大的价值。